哎，导演跟我说，我大字报看错行，其实不是要唱这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要先唱这个吗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讲到哪里唱到哪里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下几条歌就该下几条歌啦，我紧啦。哎，节目单应该不是这个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时候还是会记错，对，就是记太多歌了，然后顺序有一点搞混，所以我们先来唱这首《下几条歌》，下一碗。继续来打拼，咱认同的美梦。